位盛情的邀请到第一次在港都的表演，是的，我们外号幻影魔神 Michael Jackson 刘大全，掌声鼓励。哎呦，好帅啊！哎呀，哎呦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刘大全。哎呦！蓝色的丝巾，白色的羽毛，仔细看哦。哦呦，我们的月球漫步了 ，Michael Jackson， 哎呦，瞬间变出了一个 Michael Jackson 一样的羽毛。接下来，请仔细看我们的羽毛，绕在脖子上啊，小朋友不可以学哦。精彩的，不要忘记你的掌声哦！港都之夜，高雄大同百货和平店 Number One 的国际级演出啊！哎，羽毛变丝巾，白色丝巾一条，丝巾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吹一口气，哎，丝巾不见了，哎，在哪里？找在里面呢、啊。离我这么远，太厉害了，全身都是毛，不好意思，幻影魔神就是你的新的绰号啊。对对对，我蛮喜欢的，这个完全像一个幻影一样。对，然后是因为我太黑了吗？不不不不，不是这么说哈。听说你是很喜欢去冲浪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在西子湾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常常冲到一半，冲浪板不见了，冲浪板因为变魔神太久了。这个梗不好笑，好，我们继续在这边继续卸下。这不是台湾的梗，好好好。好，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演出呢？这个我要先跟各位声明一下，是的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呢，先不能给大家看，我从大陆那边回来，我带个礼物在这边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真的。那我们要怎么可以看到这礼物呢？要先透过各位的帮忙。好，我要帮，我要请你们帮什么忙呢？就是现场你们谁有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紧张哦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做什么魔术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钱，要钱，是不是？很少的魔术师会需要钱，对不对？因为感觉好像就是会骗钱，太市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来，那我们这样子好了，你要给优惠给大家啊，优惠给大家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就有钱，我要变成两张还给你。那我越大越好、啊、所以现在已经有人会比较有准备1000块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有没有？哎，有，我们1000块借给我们的魔术师刘。哎呦，这里哦，动作很快，来，我这边也啊，没有，哎、这里有，哦、这，哎哎，这个魔术师哈、哦，昨天去冲浪间爬带爬带，对，真的会变两张，然后都送给人家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哎哎哦。哎，各位好，没关系了，好不好？两张大姐好，两张给你，好，大姐你分我吧，好不好？变两张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变两张500，我们不干这种事情的，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绝对两张，就是好，来来来，太不相信我了，什么变两张500？好，哎，那接下来这位帅哥可以站到我左边来吗？好，来我们，好，小朋友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妹妹好，来，爸爸要让你赚钱哦，你那是钱吧，对不对？这是多少？1000元，多少？对了，我们先访问一下，人家这么漂亮，好，访问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最喜欢访问漂亮的妹妹，到后面去一下，我来问，来，这妹妹我先问一下，是的，我来，这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徐子萱，徐子萱，好漂亮，好漂亮的，好漂亮，子萱妹妹嘛，对，子萱，对，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的，妹妹呢，请问你结婚了没有？还没。怎么了吗？爸爸在这边哦，没有结婚没有？几岁而已啊，那你来问好不好？你来问，你来，你来，我走。子萱，对不起哈，然后那个叔叔怪叔叔了哈，那我是比较正派的，我是亚当哥哥，你好，你叫徐子萱，叫，那你几岁？9岁。9岁了哈，那你读什么小学？
龙华小学啊、哦，哦，这是好学校。哎，对，问题问的都不错。现在接下来问个很重要的问题哦，你要跟爸爸妈妈讲哈、哦。请问一下哈、哦，那你当兵了没有啊？还没。哎，你问到什么问题？我来问好了。女生问人家当兵了没有，还几岁？你怎么称呼？好，我知道，你可以讲了三次，我还不知道，对，因为把带派给啊。好了好了，变魔术了。好，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。好了，不闹了。好好。对，这边有什么？1000块钱哈。是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来，麻烦一点 ，music 一点来。好。仔细看啊，徐子轩，仔细看啊，帮你爸爸赚钱。好。哦，爸爸不要误会哦，绝对不会变两张五百，我们没那么恶劣哈。对，没错。来来来来。哎，钞票对折，再对折啦。是的。哎，干嘛了 ？Michael Jackson。哦，吹口气是不是？吹一下。哎呦，我们的子轩妹妹那帮我们吹吹吹了吗？哎你说啊，变多少？你不早讲，我们说过我们不会两张五百，可是有可能两张一百。少一个零，这就不对了。哎，少一个零，有奇异笔可以借我。奇异笔画上去，是不行啊！你以为爸爸这么好骗？哎，要变回来，变回来，爸爸不开心了。对，徐子轩要哭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有原因的啦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今天汤姆熊是什么？魔幻嘉年华。对对，一定。刚才你们送了很多礼物，对吧？是的，一定有人没拿到不开心，所以才想用钱滚钱的方法。没错没错。所以我现在准备了几个福袋，好不好？福袋福袋。先等一下，来妹妹先收好哈。保管好，来，陪大家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钞票，检查一下，对，都真的钞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对，我特地从杭州带来福袋。哦，福袋，好，妹妹来看一下，我们福袋里面有什么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我来看，好，对，这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红包拿出来了嘞，有，很开心，对，因为呢，好，花了800块钱嘛，哎，没有啦，对，因为呢，最主要其实最主要我们要来抽这个福袋，因为里面呢都是大奖。是的，好。有什么大奖了？你们刚才送的代币都太小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还有个最厉害的大奖在这边。好，四个福袋都是大奖，来，妹妹现在决定权在你身上，左手右手，帮我选择一只手，来，大声讲出来。好，右手，右手，好，右手，好，右手。先不要动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，来，随便选一只手。右手，好，也是右手，一样，右手。剩下来的就是你现在今天没有错，没有选到。我们先把这来给你拿着，好，一样拿着。礼物你自己选择。谢谢。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因为这个我们先等一下再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说是大奖，随便开一把好不好？好，先看一下那里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魔术师刘大全为各位，好，来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哎呦，摩托车一台，价值35000。35000的摩托车，哎，这很可惜，妹妹你还不会开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还有第二个，来，好。哎呦，你看随便就摩托车了，对，随便就摩托车。哎呦，对，加一个什么东西？来，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汤姆熊，汤姆熊代币10000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哎，这魔术师是佛心来的，现在有点难过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哎，还有这个小奖。随便一包都是大的，对啊，每一包都长这样的啊。这一包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好，这是什么？智慧型手机，20000。哎呦 ，HTC 的啊，这个又没抽到，这个我喜欢。没关系，哎，这更大的啊，搞不好更大，每个礼物都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自己选，自己打开，自己打开，啊，抽出来。哎呦，汽车一台，来，汽车一台，对，搞不好汽车啦，什么？哎呦，房子也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觉得吗？哎呦！好吃面包，价值10元。妹妹开始有点不爽。哎，人家已经点都哎，你差点落差也太大了吧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安排呢？妹妹来帮我拿好哈。今天礼物非常多，有200有这个好吃面包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有好吃面包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还真的是好吃面包一个人，杭州带来的。检查一下，杭州的 seven 买的。检查一下，检查，妹妹看一下是不是真的面包。来，其他东西我帮你拿着，好不好？200块啊，这个东西不要理他了。好，我都帮你拿着。礼物拿到了，好吃面包。妹妹把面包打开吃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示范一下，打开真的面包，打开看看，好，打开看看，对。哎，要不要？要我帮你拿？会开吗？哎呦，可以的。徐子轩现在心情很差，哎，对，好不好？徐子轩默默的吃一块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怎么会好吃？对啊，没事。包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不一样有包馅，真的假的？有包馅，菠萝面包，对，有看到吗？
对，它包馅。你们到 Seven 记得要认明这个面包，对，里面会有馅。然后先把手伸进去，戳一个洞，拿出来就可以了。怎么拿？怎么拿？对，先把它打开一点，先把它打开是不是？好，看它里面有蓝色的，哎呦，蓝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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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呦。哪一家 Seven 啊？对啊，这么好，待会马上全部去买，好不好？对，这边有限，对，好，这还有，好，来送给你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徐子勋，1000块钱，还有我们的徐爸爸，送你代币200元。好，那我的200元呢？好好好，我帮你拿回来，好不好？来200元。这样，哎，这个魔术师，魔术师很抠了哈，谢谢你，200块，还。